哎，这间听讲是有名的河粉。这是二楼，爬到二楼阁客满，啊，爬去阁有三楼。你看生意真好吼、哦，一抓爱捧遮侪碗，不过这无行来在地带你来挪出啦。啊，肉包吃过没有？吃过肉包。这已经在民间了，就习惯吃河粉的时候，一定要放一些蔬菜进去，当然也有豆芽菜了。那这边的习惯就是放，就像台湾叫啊，叫什么菜？那九层塔嘛，就是这种细细长长，是属于野菜类的，那这就带一点苦味。这个我们中文讲什么菜，我也搞不清楚。那就带一点点。哎，你反正越南人，伊这是较奇怪，用这种来染的啊。对对对。啊，佫爱染柠檬，柠檬，然后甜面酱，还有点辣椒，带香。辣椒非常的辣。温巴，温巴，对，辣椒酱啊，这个才是辣椒酱，这是辣椒酱，这个太香了，哦，伊个伊个无够香，有在个最香啦，这是鱼露啊，是辣椒，对，这是鱼露，这鱼露，这辣椒，这辣椒，这辣椒，那咸香无够香，有最香啦。比较传统，我做的。哦，来，我来，来，来。哦，所以加个小了啊。你当多加贵啊？哈，啊，那所谓总和是要有内底有偌侪项？它的内容就会比一般来的丰富啊。来的丰富。那基本来讲，就是生牛肉。生牛肉、熟牛肉、熟牛肉，还有牛筋、牛筋、牛肚、牛肚、牛丸、牛丸，还有什么肉燥啊？肉燥、碎肉、碎肉、碎肉啊，这样子，等于刚刚讲的这样零零总总的这样，大部分都是牛的，综合在一碗里面。那我们台湾也叫什锦，也叫综合，对，牛杂，牛杂，对。啊，所以按你怎啊起来啊？偌济综合是偌济？6万，是不是？6万台币大概多少？啊，台币多少？52,735，七十几块啊？啊，所以毕业分24.5。没有，便宜差不多1/4。1/4。因为最后讲，你若是掠到越南人的胃口，我来讲，伊8000万人口，伊会赚个变贵。你看，佮有外带哦。